Hello，大家午安，我是淑君阿姨，还是要问各位，因为中午开直播，一定要问各位吃饱了没？我先说，我还没有吃哦，因为呢，赶着直播比较重要哦。那今天要跟各位讲些什么呢？也就是要提醒大家，等等等，还记得吗？在四大运期间，我们的领口家家户户都挂着国旗，然后大家充满着爱国的情操跟心情。那在《苹果日报》曾经还说过，全国最令人感动的城市在哪里？就在我们林口。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10月10号国庆日还有元旦，我们就会办升旗典礼。那当然，在后天也是1月1号，礼拜三也不例外哦。我们一起来迎接2020的幸福年。好，看一下这个，你们看到？那各位可能觉得说，啊，淑君阿姨，限量的东西真的是很限量哎。那跟团队讨论的结果，也跟厂商拜托再拜托，所以现在我们这样有点像购物台，直接改一下数量哦。来，OK，这样听得到吗？可以哈，OK，好。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要将这个笔袋改成2700个。然后呢，国旗要改成4500支，那预饭团加码到4500个，那真的就是送完为止，好不好？那各位看到吗？那这边就改掉了哈，限量的部分呢，在笔袋的部分改成2700，那我们的国旗小国旗4500，那预饭团也是4500。好，那怎样来领取呢？那蜀君在跟各位讲这些东西之前，先感谢几位哦。一个是薛礼玉薛董，他从在四大运期间，还有每次的升旗典礼，他一定都是蜀君阿姨的基本咖哦。他一定会提醒我一下，哎，有需要帮忙吗？那这一次我们的所谓的笔袋，还有预饭团，也就是有几位好朋友，就是薛礼玉薛董，还有立轩建设跟好日子餐厅。那当然，其他不够就是淑君阿姨喽。那淑君阿姨也没有钱啦、啊，那就是问到安啦哈，问的林先生。所以呢，感谢各位哦。那我来讲一下呢这个部分，先介绍一下商品好了。现场呢会有三个笔袋，各位有看到一下这三个笔袋。那这三个笔袋呢，真的要特别好好的介绍。来，我们拍近一点，它的整个材质、车工呢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那你会看到呢，它这里面包含它这边的这些车工袋子，它可以放我们的卡夹，然后呢也可以放我们的什么信用卡啊等等，好不好？里面好，它是双层的。那这个可以做什么用呢？那像淑君阿姨这样子呢，爱漂亮的可以拿来当化妆包，那小朋友呢就可以来当铅笔的笔袋哦等等，那或者是妈妈们当成就是外出的小包包，然后把我们的国旗随时带在身边，对，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是2700个，那预饭团呢，就大家都常吃到的哈，我们在升旗典礼的必备。那要怎么样子来领取呢？也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场呢，我们会有在溜冰场的部分会开2个排队的动线。那请各位听好哦，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起配合。有人跟我说，大家排队都很乱呐、啊。我没有办法去要求每个人怎么样，但是就请各位提醒自己，就是遵守我们整个排队动线才是最好的一个表现哦。那现场会发这个兑换券，然后呢，这是放大版，上面就会写一个109年元旦的升旗典礼活动国旗纪念笔袋加预饭团，那就一人限用一张。好，那它真正的长得就是长这个样子，好不好？所以呢，当天你拿到这一个就是一个蓝色的，所以呢，你任何的动线就是以这个蓝色的指示牌为主。好，那所以呢，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会在，哎，帮我拿起来一下，我们会在呢溜冰场面对溜冰场的左边，我们会先挂一个这个牌子，也就是排队的一个起点动线。这样看到了吗？好，那当然，现场我们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各位不要久候，我们会先开始排队，开始我们会开始数2700位。那数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在最后的镜头写一个笔袋兑换券已经截止了，不要排队啦。那请直接在面对溜冰场的右边，然后来排队。好。
那右边的部分呢，就会看到这一个，就是领小国旗的排队动线，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呢，你会在溜冰场看到两个动线，一个是这一个，好，你就算不想要领兑换券的人，你也可以直接排。另外就是已经排完了2700位了，那就要来排这个小国旗，就直接进场了，好不好？这个不用等候的，这样各位了解哈。好，那另外呢，整个都完了，排队完成了，那我们就会在就是开场之前，我们会聘请到一位很厉害很厉害的老师来为各位做带动唱的一个表演，让大家先暖暖身。然后呢，是由我们林口国民运动中心执行长然后赞助的，他特别安排了一位很棒的老师哦，神秘嘉宾，所以呢那天大家就拭目以待。那接着呢，我们就是升旗然后唱国歌，那在结束之后呢，各位就依据这个颜色蓝色，好不好？然后来领取，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券的人，你就可以来这边兑换纪念笔袋跟预饭团的一个出口区，你就可以拿到这两样东西，这个2700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蜀郡阿姨准备了4500个预饭团，减掉2700，让多少？1800。所以另外你没有券的人就要去排这个啦，领取预饭团的一个出口区，这样各位知道吗？那当然还是那句话哈，因为什么都是限量的，那限量就是最现实的，发完就是没有了，所以拜托大家我们就多多遵守。那假设真的那天比较遗憾你没有拿到这些东西，那蜀郡阿姨只能跟你们说不好意思，因为厂商真的提供不出来。那这样各位清楚了吗？好，那如果您帮很愿意帮蜀郡阿姨在脸书上面帮忙分享按个赞，那这边就会送你这一个家中门店，这个，那这个是我们新庄区公所，也就是我们之前在林口区当区长的朱思龙区长，他提供给阿姨有15份，这个是因为他喜欢路跑哦，这个台湾式的凉感巾，然后加这一个，怎么知道吗？很漂亮，也就是这样，是国旗的护腕，这样送给大家，这样一套哦，就是帮我分享的，我们会抽出15位得到这样子一套，好不好？那我们就分享加按赞呢，截止的时间到明天好了，明天的中午12点，然后紧接着我们下午就会抽出，希望你们当天就来领走，然后呢1月1号就带着这个一起出席，15个哦，限量15个哦 ，OK，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蜀郡阿姨的吗？有人想问我集合地点吗？运动公园哦，所以不要再问我咯。那几点呢？7:10正式开始发放，什么发放这个兑换券，所以你要多早来排队，阿姨真的不知道。好，那就是2700个。那当然当天的天气一定会很好，不要再问我会不会干嘛了，好不好？但是呢，因为是一大早，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穿得暖暖暖。那当然现场我们也会准备由那个大都会公司就是大都会客运所提供的户外大型暖炉，然后给各位，那我们就心连心手牵手一起迎接2020新的开始，谢谢各位，拜拜。